白河十七号蓝天宫的志甘，也是电视演员张佑明，人叫伊福伯啊，甲这陈素贞，今仔日两个人做伙甲十七号的信众来做伙上香，祈求着今仔日的五爷将军府的安置会当来顺利。这座五爷将军府的设置伫平民当中，感应到今仔完成安置只有短短几工的时间。志甘福伯表示讲，对于日前开车去到着白泉开始一连串波导来解说的这状况，就会当感应到丰富沉水有咧指示。吃饭的时候大路唔行，行小路、残弯路，站在遮，啊，我这中头在遮吼过啊，啊，阮阿公婆看一尾白牛捉落遮，吼，像我呢只大哥啦，啊，都欢喜伫个残弯路，阮看到时，哎呦，白牛啊，够着啊，够着，我心肝内足惊吓，就讲，哎，白牛哦，是咱本土泉水的宝藏呐，讲哦，吼，迄南天宫哦，目考一尾白牛，哎，用出名看，啊，那也拄好。安尼啦，这原来吼，这其实我甲你亲身体会。伊白蛇是丰富清水卡列南天宫的这边仔下底面，早前毛嗅过着白蛇，而且有福伯啊、甲陈素贞相信讲这是丰富清水行为。伊这回五爷将军府来设置，对参悟出钱的人有108人，更加让人感觉不可思议。无意间发起一个这个安五爷的活动，我头一届参加这种接龙乐捐啦，大家乐捐甲超欢喜的，本来是讲还几个而已，结果大家拢伫群组内底。包夜的嘛，主动拢啵跳出来，接，本来是要99个嘛，救纯金，结果接到108株。我30天刚72地转拄啊好，哦，迄个数据拄啊好。伊白河南天宫虽然只是一间小小的砖头庙，但是丰富清水家己去发挥，加上有虔诚信徒来发心到三间，真正是一层算一层。除了是兴旺着南天宫之外，嘛替十七号部落再来着更加侪资源，会当照顾着砖头长辈。南天新闻台社白河采访报道。